好，今天 Skina 来了，我跟大家说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怎么可能，海运的怎么可能比空运的还要更硬啊？跟大家讲，今天就让你好不好？改变你的想法，颠覆你的想法。今天海运的就是这么硬，就是这么脆，就是这么软。来跟大家讲，今天什么超好吃？我跟大家说，真的，老板晚上半夜都在疯狂吃樱桃，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好品质。来跟大家讲，今天呢有九 R， 还有九点五，有看到？今天这组呢是九点五哦。来，再来呢还有九 R， 好不好？九 R。今天有原装的九公斤，还有原装的五公斤，再来还有分装的，好不好？今天的全部都有帮大家做好分装，这一批到货的数量不多，而且跟大家讲，全部都是检验合格，好不好？都一定有检验报告。现在樱桃的改为全部每一批每一批检验合格才能出口，你们才会看到它，不然连进来台湾都不行啊，好不好？来，那跟大家讲，今天的樱桃呢，这组呢原装九 R 的原装五公斤，有没有？美的，而且重点呢，硬脆甜。你看我这样用力压，我压下去。而且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，Skina 的品种呢，它果型呢是属于比较圆的，比较胖胖的身体，有没有看到？侧面跟正面有没有看到？都完全差不多，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圆的，比较圆的。它不像拉丁啊或者是 Skina， 它的身体是比较长的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大。但是觉得今天这一组呢就是九 R， 好不好？让大家试试，今天真的超好吃，来，真的硬脆甜哦，而且尾韵还有那种浓浓的樱桃味，哇！无敌霹雳好吃，来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的有原装五公斤，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下原装的九公斤，今天九点五的就长这样，有没有？原装的九公斤哦，而且呢，跟大家讲九点五更硬，要求，你看超级硬哎，听听看，哦，真的黑樱桃，硬脆甜，而且樱桃味很浓郁，好不好？我跟大家说，它跟金杯又有点不一样，有点升级版。更浓郁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的这组呢，直接上线给大家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呢，直接呢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樱桃，它的声音到底有多硬脆，好不好？直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今天的这组呢，九 R 的，哇，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超美，哎、欸，真的超级漂亮的。我跟大家讲，最新拆柜哦，你看，你看，每一颗都超级漂亮的，超闪亮。来，我跟大家讲，今天的这组呢，九 R 的超级硬脆甜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这组呢，买到绝对会吓到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收到，帮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。